夏天是个喝饮料的季节。你好，小姐需要什么？台湾人到底有多爱喝饮料？2018年冷热饮的销售金额突破500亿，如果以一杯50元换算，至少要喝掉11杯。累积起来的塑胶杯或纸杯，可以堆出2万多座的101大楼。全台首要饮店数更是高达18000家，比便利商店密度还要高。一周大概来个7到10次吧。都喜欢喝这种茶类的，我大概1杯到2杯。要在饮料战场胜出，除非摇出新高度。健成饮料网美最爱，除了喝口感，还能味享极。像我们的特调系列的话，都是以原汁或者是国产的东西去做出来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会想要拿着一杯美美的饮料，然后在一个美美的打卡想拍照。对，所以我其实我们在这边有下一些功夫。一杯饮料摇出上班小确幸，也摇出台湾新经济。10大品牌海外展店超过5000家，上百亿的战场要杀出重围，除了创新，别无他法。